好，来关注到俄乌战争的发展，俄罗斯是连续五天空袭了乌克兰的奥德萨这个地区，在7月23号的时候呢，很多在这边的民众都听到很大声的警报，因为俄罗斯又再度的空袭了，这次使用的是包含了高马纳超音速反舰导弹，另外还有是口径巡弋飞弹，而袭击的地点呢，包含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大教堂，这个教堂可能很多大家比较不清楚，不过呢，它是1809年落成的东正教教堂，在这一次的空袭当中遭到破坏。当然，不只是历史的建筑受到影响，还有死伤了。这个空袭呢，也造成地区有1死18伤，这其中还包含了4名小朋友。那么呢，乌克兰方面呢，泽伦斯基就提到说，其实在7月19号的时候，俄罗斯袭击这个港口。这是不是变猪队友了呢？因为呢，他们当时有这个百万吨的粮食，其中呢有6万吨的农产品呢，原本是计划要送到中国大陆的，没有想到却遇上了俄罗斯的空袭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